我来这个吧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艾黎皇侄辅助。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脑血栓直接半拉身子就瘫痪，动不了，直接瘫痪。哎，我这可以直接去对面野区扛一扛。全军出击，让除奸邪。找些更强的敌人。干嘛呀？哎，插你一下子。我知道这里有眼，我们绕一圈啊。拿下！哎呀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！别打啊！为了父王，我插你一下子！哎，打小兵，有艾迪啊，拍一下子。再拍一点盐，死，没死掉。我戳，插你一下子。我可以一 Q 耳练他。你生没生？你什么时候生？一 Q 二连，啪！闪现，漂亮！插你一下子，戳一下。再插你一下子，走，我戳剪甲，保护忠良，我插你一下子，我靠，这维恩好厉害啊！哇，这维恩好猛啊！哎，这个维恩有点意思的，我都不敢这么玩，你居然敢这样玩！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我的艾迪怎么样？战斗之心，怎么就消带了？这指定是个消带。我插你一下，
给我杀！一 Q 穴位是有点一 Q 快了啊。真的是消带呀、啊、啊，这真的是消带呀、啊、橡胶本，我来测测他，我测不了。光头往下走了，挡除奸邪。好流畅啊！我先插你一下，戳一下，插你一下，戳你一下，插你一下。开盾，戳一下，梦魇来了，平 A 插一下，戳回去，开盾，黑小兵，我死了，即使再厉害的萧带也打不过野，你看见吗？也打不过人多呀，人多也是没办法。我们这把来个月食再生器啊，贝拉一 Q 二连平 A W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四秒钟有到啊，勾不到没关系，我马上升。好，可以打了，插旗。他这波没大，不太好打。插旗，咱就慢慢耗血吧。那阿木木也没有大招啊，插旗。哎呀，塔皮没吃到。维音是不是脚本我不知道，文猴哥一定不是，那不废话吗？我一 Q 二练接大招，德玛西呀！别框他，插个针眼接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
漂亮。他们家他那谁哪去了？梦魇儿呢？用脚本就没意思，用脚本玩它干嘛呀？哎，一口耳，不过这维恩确实很奇怪，他的动作很奇怪。洛克萨斯之手是不是没有？是不是没有那啥了？是没有血了？你敢违抗我的意志？我看看啊，战斗对一名英雄释放或攻击会给伤势最重的友方啊，可以明白了啊，走下去帮维恩。给我干的海顿呢，怎么早点开呢？ WEQ 耳裂点燃，给我大作加血，让你知道知道我这月食在生气。可恶，来个吸地海，人这么多，这你躲不了了吧？到安息之所，上路一杠五了，但也没事儿。跟我来来，搓一下。一口耳裂 W 平 A 闪现走插眼吃药回来死了。哎，这可怎么着，你来吧，给我秒了。那不开 W 呢，哪木木开 W 舔的打死他。梦魇来了，维恩来了，维恩来了，维恩来了，等一会儿维恩来了，加血。你们就凑合看，这把其实我们玩的皇子啊，是承担一个奶妈的作用，你知道吧？我其实奶量很足，我基本上吧，打起架来我们能来很多血，你看什么？已经造成治疗效果277了，来了200多滴血了。一口耳裂，德玛西呀！看见维恩的血没？给维恩挡个科鲁，科鲁回来，打齐。维恩，你是不是哇一出耳裂，
Q 二连走。为什么月食再生器不能给我们自己那啥呢？你跑了吗？啊，这是死亡列车，那就没办法。那车上的人有点多呀，我寻要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咱打一打还行，那车上面三个人那怎么整啊？人家技术好，他不是技术好，他很奇怪。一会儿我给你玩把维恩，你就知道维恩到底是啥样了。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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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死了。我错，谢谢你的人头。德玛西亚一 Q 走，关门打狗。他不是脚本，我他妈把脑袋给吃了。为了父王，把他举报了。没有那么挨人的，哼，我来了，预判一扣，速度我跑得快，一 Q 二连，没意外，闪现走，再见。即使你是个小本本，也没用，人家有空。蹭助攻，戳一下，擦，那是这列车上人有点多啊。一 Q 二练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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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一下救一下，阿木木，啊！咦？给你插个旗儿，加个盾。一Q二连，戳一下。哎，我死了。出个死线鬼玩家吧。
打完举报他，打完肯定举报他。我就一点他那高地上面 A 那个卢仙，就他在 A D 不是高地那地方 A 那一下那个卢仙的那个那种走 A， 那不是人能做出来的走 A。那不是人类。给他来个特写，给他来个特写，我害他一波，我害他一波，行不行？我先去把人给大住，然后呢他上去杀德玛西亚。你们自己看那个 AQA， 看见没？看见那个 AQA 没？你自己瞅，别的咱不说，刚才那个 AQ 咱就记住21分钟48秒啊！你自己看那个 AQ 来。啊，他死了，他这又死了呢！致命点烟，把爆钮一开，我死了。打大龙吧，流浪有一手一打吧，脚本不管用，那脚本确实是不管用，那硬控怎么管用？大光头有硬控，不玩了，下一把。德玛西，我戳你跑这么远的地方，我不插死你，插死没？我戳，谢谢你的人头，洛克萨兹之手要气死了，我感觉。那也确实，你说你2-10，你就躺着得了呗。啊，拿你个人头就拿你个人头了喽，运动怎么样？前面送那么多，还想。有游戏体验，那能行吗？算了吧，走，撤。哇，对面三条龙啊，对面三个龙，可以打一口耳链德玛西亚，我杀几位人，快闪现一口耳链，没事，我们虽然死了但是问题不大。刚才天黑我什么也没看见，看月食的治疗量3734，我已经揽下来一条人命了。拆了半天啥也没拆下来呀，
一口二裂。你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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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。哦，莫干了，好猛的莫干了。笨逼来了，笨逼登场。对面龙魂了，对面怎么龙魂了呢？很奇怪呀。上路推吧，龙魂他们其实也打不过。1350。干嘛去啊？啊？天哪！死了。我们杀那卢仙可以打，可以杀卢仙。我戳回来 W 一口耳链走，怎么感觉右键打不过呢？太丢人了。你说你开个脚本都打不过，杀那么多人。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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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梦魇梦魇活了，梦魇梦魇啊，梦魇，哎，梦魇可挺讨厌的。他没视野，他没视野，他没视野，还好啊。再来个守望者铠甲吧，我们可右了出啊，多出点右装。啊！一口耳裂，打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一口耳裂平 A， 我单杀泰坦，谁也别来啊！今天谁也别来，谁也别来！今天我就必须得单杀他。那为什么就叫人儿呢？你敢不敢不叫人？我问问你。我不用大杀他。哎，他为什么盾能这么多呀？他怎么回上来的血呀？他给加血了吗？啊，他给加血了。越打血越多。他也没有加血技能，又吹波扣了。
你们自己看着甩头，我就别的我就不说了，行不行？你2.25攻速，你能甩起来？我感觉我甩不起来。我一扣二练，哪来这么多人？哎呀，哎呀，快点下一把吧！我们远古龙得干一架了，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漂亮，那梦魇白送一个远古龙，快快快！卢仙，德玛西亚，再见！给我来两口屎！算了吧！啊，还打呀？嗯，还打你得等着 W 一扣二练，得等着莫干辣呀。我就说不能打，我就说不能打，我就说不信，我就说不能打。没办法了，兄弟们，嗯，这把我感觉要没呀，因为我没什么用。你说我是来个冰心儿还是来个蓝盾？你们觉得？我来个蓝盾吧，蓝盾稍微是能更肉一点。换装备，换什么装备？我这辅助皇子就这样了。现在换装备还得等个20分钟才能给他换成6身装。保维恩呢？那根本那就保不了，那怎么保？净扯淡。我要是这维恩，我都不用人保，我不跟你们吹牛逼。那蓄积环境自己找。一扣二练，德玛西亚，一扣二练。我别打了，一扣二练，一扣二练，给你们加点血。可以，猴哥，那肯定可以呀。MVP。